对，这边女的200，那边男的500，你500可以。大哥，不，咱见钱眼开嘛，给钱就行啊。好家伙，这么先扫码吧，好不好？先扫哪儿有码啊？先扫码，扫码，扫扫码啊！哪儿有码啊？哎呀，先扫码，先扫。还再拖点儿，哎呀，拉倒吧，哎，看看得了，哎呦，别扫了，全是病毒啊，别扫了，下回等下回的，因为这个码有点掉色了，啊，这码花里胡哨的，现在是有点万蓝的，哎呀，其实了，我们现在已经不止这挣钱了，对，哎哎，咱们什么时候止这个呢？不提过去，好不好？我们俩这模样还有过去呢。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就是卖艺不卖身，一直也是这样啊，就这么说。你救不救的也这么说，就为让大伙开心嘛。嗯，今天啊，这整场演出来说，我看啊，有人啊年轻点的，有观众来说喜欢的不一样。那可不嘛，对，年龄段他来说，比方说有80后的，他喜欢的什么呀？喜欢的就比较青春一点了。80后的还凑合吧。80后、90后的，哎，对对，都10后的。我先哪儿有这么些年龄段啊？今天，我看有没有80后的、90后的、00后、10后。大哥，你给我把手放下！从80后就开始举，把我知道你带这四个，一个是80，一个90，一个10的啊，四个。行，还20后，还看我10年了，大哥，行，我给你了，来，那二维码啊，我让大哥第一个扫。哦，哎呀，这是人家观众真喜欢，嗯，老粉儿看10年了，是10年前，我跟你说，那时候我青春年少，风华正茂，能歌善舞，如狼似虎，这可能大哥知道啊，大哥吃过见过的，行了，别乐了啊！咱乐的都不是一个频道的。我们啊，了解我的朋友。再笑，再笑，硅胶给你怼碎了。你小心我这尿酸，我跟你说。这么着吧，咱拿点擅长的来说。什么擅长？烤串。擅长，我扎死你信吗？哎呀，你用的武器竟然是签子。给你穿起来，开大，让大伙看看什么叫尿酸腰，尿酸腰，好，我给你对串腰龙，哎呦，好，这腰子全是结石，我的天，哎呦，那你算得着遗产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还惦记我那蚂蚁花呗呢吧？你赶紧还去吧。这么着，给大伙唱一唱，我这爱唱啊，唱爱唱，唱点什么呀？就比方说吧，现在来说，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，对我们这种80后来讲啊，都喜欢听歌。是1880后，就是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。哦，这么说你是，你站着，你是从江西赶到湘西的是？不是，从北京赶到沈阳。哦，从伊春赶到沈阳。行了，喜欢唱歌来说，年龄呢？哎，你喜欢歌吗？喜欢呀。但是哥不喜欢你。哈。哇，这是什么破包袱？多么巧妙啊！你这包袱好有一笔啊。怎么比？肚脐眼放屁。怎么讲？怎么想的呢？你又给爷整笑了啊。我没钻过你被窝。好要你钻，我得让你钻呢。那可不嘛，那10年的那个你是不是？我是你那么轻易能得到的人吗？确实也看不见。行了、大半夜的一个秃脑袋出现你被窝，吓一跳。我的天哪，你分不清哪头是屁股哪头是脑袋。那您那眼神也够差的。真的够巧。你说那是岳云鹏钻进去了那是。行了，您这样的你就别聊这个了。您的年龄比我大，我不应该跟你开这玩笑。不是，咱都80后，有什么大的？你别80后，你不58年的吗？大跃进的时候给你跃出来的吗？你拉倒吧。一样都是80后。你哪年的？我81年的。81年的，今年多大了？43了。43啊，43，这么巧？怎么了？跟我脚一边大。我就说不是一频道吧。我就穿43号的。你你试试，来，我不是。
你那鞋沾脚。行了，谁的岁数跟鞋尺码是巧？43岁了，43岁年龄不小了，还行吧？身体也不太健康。我俩有时候一块上厕所的时候，我都等他半小时。他拿网兜子兜我那结石呢，那是。我都出来了，他这啊，我这还没开始呢，都这样。是我得接着唱。岁月不饶人啊，不饶人。你也没饶了岁月，哈，互相琢磨吧。这个年代来说，你们喜欢听什么呀？咱们这年代，你老把自己往外摘，都是80后嘛，流行歌也听的都是老歌。谁听的？最美不过夕阳红，他就听这歌。我最恼你就是这个啊！你老动不动就是温馨又从容。我一般不爱唱这个。他都是他听的歌都是小竹排，江中游。都是这个，巍巍青山两岸走，雄鹰展翅飞，哪怕风雨骤，革命中你打死我算了。怎么了又？你老这，你下回弄点质量好的都扎手。好家伙的，我这是防盗的。行了，这个年龄段就喜欢听这歌，像。年轻点的朋友，我们听什么？都听周杰伦，哦，对不对？周杰伦，我们也听。周杰伦的小名知道吗？周杰伦小名谁呀？周杰伦小名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王老八。不是你别胡说八道，周杰伦王老八。对，他小名叫王老八，你不知道？谁知道？有一歌里边唱的吗？歌里还唱小名了？最长的电影啊。我们的开始是很赞的电影，放映了3年，我票都还留着，冰上的巴黎脑海中还在旋转。小明呢？望着你，慢慢望着你。王老八在哪？别着急，再给我2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，你妆都化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小明出来了，记得你叫我王老八，记得你叫我王老八。你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。你唱歌都不看字儿吗？他的歌词你能听清楚？所以要看词儿啊！人是记得你将我忘了吧？那改了。老爸，你怎么不说星期二呢？星期 two。哎呀，这点遗产他都留下了。真救不了你了。有一首唱刘德华的歌，知道吗？唱刘德华，我就知道刘德华唱的。刘德华56个星座，我是刘德华。什么歌？你再唱一遍。56个星座，我是刘德华。56个兄弟姐妹，周润发。你胡糟改这孩子，真是发财。哎，你还真知道那个年代的，那年代四大天王。那当然了，你刚才说的就有他们。魔力星、魔力红、魔力海、魔力兽。哎呀哎呀，统领了那个年代啊。您呐，您从庙里先出来。您说的那是四大天王，那是护法。我知道。咱说的，黎明、哎、徐勇、刘德华、张鹤伦这四个人，那个、得香港那个火、啊。最后那是个什么鬼？哎呦，火的在我脑门的噌一下，我跟你说。没有最后那个。哦，对，没有刘德华。没有张鹤伦是是是啊，记住了，利民。那、啊、行，知道了，大郎。咱就得给我端药去。哎，黎明的代表作是什么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不去。休想得到我。我不去。我跟大哥有个约会。被窝里见吧啊。哎。怎么姐妹你要参与一首啊？咱仨斗地主了，他就，我以为大姐直播呢。哎呀，大姐这笑的，还就是您这票真没白买啊！嗯，说哪儿了？
啊，说到你跟大哥，不是那个，对，四大天王黎明，是不是往后倒倒，黎明的那首歌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对的，不去，随意。那时候都喜欢听这个歌曲吗？包括后来我们的年代喜欢的500。对对，现在也火呀，太火了，500演唱会1500一张的门票、观众唱了1000，就那500没唱。哪个500没唱啊？就那个500没唱，他就负责俩字儿，你说。你说。合着500是个捧人的。500不是连开10场演唱会，到年底了，他那个麦克风还有3格电，不用唱、有没有可能一直就是3格电？哎呦，真是的，人唱特别简单，是因为人家的歌大伙都会，对，哎，所以集体合唱。对的，确实来说，人火那个年代的，像500啊，周华健啊，嘿，任贤齐呀、张鹤伦啊，哎，咱们都冷静冷静吧。确实啊，都很火。周传雄，还有周传雄，对，小刚你也知道。小刚知道，德刚我看过他电影《冯小刚》，这包袱你也乐？大姐是我，你再这么乐，他们以为我雇的托呢。啊，乐吧乐吧乐吧。这个还有谁？说那个？对对对，冯小刚。啊，小刚来说他的歌，就记得那个，甲方乙方嘛。歌。歌在这儿呢，歌在这儿呢，反正都是抖包袱晒着冷呗。哎呦，我哥现在可幽默了。哎，哥，你这样的话容易长个的啊？那不行，我怕那盘子长不上去。就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再这么说老恩师，我跟你说踢死你。哎，跟我来到德云社之后，就跟我师父学了很多传。不要再指了。学了很多传统的东西，啊，学传统的。对了，传统东西到德云社来说，你看这些歌什么基本上都放弃了。哦，唱的都是什么呀？传统的，比方说本门的唱什么呀？太平天国。你很多有人，你先还还手吧。哎，太平歌词。谁踩着你了？是怎么了？太平歌词。哎，对了，太平歌词来说，大伙可能啊很少听到。怎么呢？今天这一场演员也没有人唱。哎，还是有唱快板的，没有唱太平。我给你来两句啊。您给我们来了。大伙也没，估计也都没听过。来两句。沈阳曲艺窝子。杭州美景。听听。嘿。嘿，你看，要不你们出个组合的，你们。这块小分队我看他们挺积极踊跃的，他们这边唱的也不错呀，这边明显有点阴盛阳衰了啊，怎么着还是拉歌来了。我听着来这首啊，东走，要不你们4个坐一块儿呢，你们我这边果然厉害啊，就这一个和那几个我感觉他啊，再来一个啊，昨日里你们2楼都不会唱是吗？不是，我先问问你，你还会吗？不会了。那你就别勺子别人了。来个，那庄公就会这么点，显摆你们了吧？来吧，来一段大伙不常听的啊，快来吧。天为宝盖，地为池。来，你给我站起来！我天，我站起来唱，来，怼他嘴里。我以为那，我以为那是500老师呢，他也就俩字儿，人生。会这么俩字儿啊？你接着往后唱吧。人生世上浑水的鱼，父母养儿鱼，帅子子孝孙贤水养鱼。人生在世非容易，那气化清风肉化泥，龙游浅水是造下戏。
那葫芦平阳是被犬欺，得了痣的狸猫换四个虎，落了魄的凤凰就不如鸡。我一言唱不尽这劝人方，一个小段的我是愿诸位，那居家欢乐是受于天齐。您那点礼数都用砸了，礼多人不怪嘛。哎，好好，哈、啊，这是本门的唱太平歌词，歌词是的。再唱什么就都算学了。学点什么呢？学小说小调啊，小歌小戏的。哦，京腔帮曲各种戏曲。我师傅来说吧，唱京剧。嗯，唱的对不对？京剧来说不好来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分钟。京剧讲究身段，对吧？唱念做打，哟、哎、呵、哎，双飞燕。还有开大这个开大金身听本来刚才想打个飞脚怎么样，后来发现裤子有点开裆了哈、啊。好，合着你一步到位了，算了，那时候都是练这个身上，嗯，手眼身法步、啊、那得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。对了，咱没下过那功夫，讲究口腔胸腔盆腔共鸣，都得达到这些东西。您那不用下功夫，您那个啊，盆腔干嘛，腹腔。对了啊，咱就得兜住这个气啊，丹田气啊，讲究这个唱京剧，咦啊！你看还可以，有亮音儿，是吧？啊，挺好。咱练过这个，学过三五天儿。哦，学过三五天儿，给咱来两句，唱唱京剧。来两句，大伙儿京剧听过什么？铡美案，叫小帆啊，那还说什么？好家伙，这么多懂京剧的，好，那不唱了。没必要、哎、晃谁呢跟着没必要折他们手里吧。好，我一世英名我毁于一旦。您还有英名？得回没有您不会聊天的这个。好家伙啊，京剧来个简单，来来来两句啊、嗯、来个那什么吧，来个追韩信吧。嚯，萧何月下追韩信。对、嗯、我日夜起在莽荡，拔剑斩蛇天下扬，怀王也曾把之将，两路分那兵进咸阳，先进咸阳为皇上，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，也是我之洪福光，一路上得雨露鼓励声雨张亮，一路上秋毫无犯军威壮，我也曾约法听过三章，项羽不尊怀王约，范将我之边汉王，今日的萧何见良将，但愿得言听计从，重整汉家邦，我们一同回故乡，撩袍断带我把金殿上，扬尘舞刀剑带王。好，真不错。那再唱一遍、嗯、那就不一样了。好，这也是即兴的。对，这玩意儿容易错词儿。就学了十分钟。对，十分钟就不容易了。嗯，哎，你那时候是学厨子了吧？这块儿，好，我那连切菜都来不及了。这是京剧，评剧就比较简单了。评剧您也会？华北这块的都能不会吗？哎，东北、华北都有啊。来两句，我们听听评剧啊。评剧，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我发现我没有五百那两下子啊，那可不，因为你这电视四格的，根本就不跟我互动。您等等吧，咱刚才说的京评帮曲，说的评剧是评戏、啊，评戏啊，那谁会啊？合着您不会？不会，我敢说吗？对，您会、啊，会不就唱了吗？怎么不把你温死呢？不是，嘎嘣一下给你温死，给你嘎一下，让你回去。好好的，会不会唱评戏？来两句，来了好的评戏。评戏啊啊，评戏来一段吧，来一段大伙儿经典的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。
哦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杨大夫，一小白菜，你听没？我听着像餐馆的这菜似的。当中有这么一出叫背地写状啊，杨乃武被拘含冤，在监狱里边打算死这儿，万念俱灰，不告状。姐的杨淑英来劝他，兄弟，咱得活着，知道吗？咱们被拘含冤在这儿的，咱必须告他。哎呦，他姐姐吃了蛤蟆了是怎么？告他！哎呦呵，咱能受这气儿吗？这像王妈妈，这是不是？死鬼！监狱里边也没有桌子，你要尿尿上那边去。感觉你干嘛呢？你在这儿没到那会儿呢。监狱里也没有桌子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，写下状纸来，咱们到京城告他。这这结果怎么样呢？杨乃武不去，就死这儿，白费劲了啊！姐姐一看来硬的不行，来软的啊，兄弟，咱得活着。外面的世界特别精彩，等你出去之后，姐姐替姐姐带你上三楼，听话。这回怎么样呢？哎呦，同意了。你早干嘛去了？你这是刷刷点点写下来啊，真在姐姐背上写的，声泪俱下写。那您给我们来了这段，来了这个，听着挺感动的。但是我能来杨乃武，谁来杨淑英啊？杨淑英，她姐姐，我来呀。我这个发型，你不觉得跟？你说你大伙都觉得不像啊，最起码的你该隆的地方得隆一隆吧。什么意思？把肚子上的肉往上提。这么多年了不了解哥哥呀？怎么了？这是上面掉下来的。白健身了吗？啊，好，泰国没白去。你哥我这就是一环岛，你知道吗？是是，合二为一，对 ，to become one。哎呀，哦，这是不要羡慕。平常带个肚兜啊，遮着点，用不着那个，天热。那行吧，你来也行。不，我也行，你先搁一边啊。怎么了？评剧我不会唱。不会唱没关系，就这么一句词儿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兄弟趴姐背上，兄弟趴姐背上。哎呀，记住了。干嘛呢？说一遍我听。那残波的飘不是。那个兄弟，你就趴姐背上写吧。不如残部那个啊，你这个太苍白了，跟真的一样啊。得哦，对，我得把这个家里被屈含冤，对呀，咱们是委屈、哦、对委屈，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不行，我也觉得不行，我怎么演这么投入，他乐呢，他跟那儿的。哎，别乐啊，笑贫不笑娼。对，我拿签子扎死你！我行了，你别叽撩叽撩的了啊！给你考一个堂。我跟你说，他是被屈含冤的，知道你得悲愤。什么悲愤？那多味儿啊！悲他干嘛？悲痛愤怒啊、哦！你别简称啊！这咱俩愤怒，愤怒。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不行，这回底下没人乐啊！我跟你说这不是，你看怎么着？调门不够。哦，长调门，长调门，姐姐，对，女性角色，嗯，一嗓子就把狱警都喊过来那种感觉。看我了，叫人，快给我叫人！小弟有一，干啥？有一事不明啊。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？你是不是见过我呀？你是宫女啊？你是格格呀？格格不入啊？都圆上了。什么叫圆上了？您说这是人话吗？您让我长调门，长调门得出人声啊。我这不是人声，你这叽撩叽撩的，一听你这缺零件。我缺什么零件？缺一个很关键的零件。什么？胡子。哦、天哪，我以为是头发呢。就往上面，我自己找找感觉啊、哎、您这就这一句话，这人物设定还这么难。兄弟、哎、嗯，悲痛吊门你弄死我算了，还有悲愤。就这好吓我一跳，我跟你说
我要我自己掌握吧，好吧，自己掌握，哎，对对，行行行，我要听您的，对，我也歇得差不多，哎，他累啥小子累，来啊，来，哎，擦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，写呀，趴呀，我真趴呀，多新鲜啊，要不你不趴，我要你干什么？说完这话，你啪你就拽他一下子，扎的一地脑浆子，肥肠、腰子、结石、尿酸，我这人就是下水，肾。您等会儿吧，我这摔下去，咱怎么接着演呢？那我不能一下摔在上。确实确实，要不然人地还得擦。对，我趴桌子上行不行？哎，这主意好，趴桌子上。啊、我把这挪挪。对，回头这桌子的布啥都不要了。弄得全油印儿，擦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姐姐，你压着我的笔了，忘拿笔了，忘拿笔了。擦，兄弟。你就趴姐背上写吧。啊，对，还有纸、纸笔。好了，您都拿齐了。拿齐了。擦，兄弟，你就趴姐背上写吧。哦，还有墨，还有墨，蘸点墨。兄弟，纸笔墨都有了，有了，没有转笔刀吧？毛笔能用转笔刀吗？啊，橡皮擦也没有了、哎。不要那些东西，咱能离开小学吗？擦，兄弟，你就趴姐背上写吧。好，砚台，砚台，不是都添饱了笔了吗？还要他们提的砚台？他们说你唱戏，你看什么弹幕啊？关闭弹幕，关闭礼物，训我了吧？不听你们的了，别喊了啊！别喊了啊！不听我也不听了啊！擦，兄弟，你趴姐背上快点写吧。哎，不能加词儿。怎么还快点写？着急了，姐姐。什么叫快点写呀、啊？别加词儿啊！擦，兄弟，你趴姐背上写吧。哦，墨干了。提点的对，他提点的对，兄弟，哎，怎么了，姐？那个，姐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，姐，咱不告状了，你去死吧！为什么？舍得你一人，幸福咱全家。为什么我去死啊？你在监狱里边，我给你告状去，我都窝死在这儿了，谁给你告状？我哪儿都不突出，我现在腰间盘突出了。姐姐怎么了？什么叫怎么了？这一趟一趟没完了。别是怎么？我还怕你动了胎气。你怕动什么胎气呀、啊？啊，就差盆腔共鸣了。都怨他们，怨谁们呀、啊？都怨他们。他说纸笔墨能不能行了？砚台啥的，就这毛病在你这儿。不听他们的了。擦，兄弟，你怕姐妹写吧。情绪不对，该教你的情绪呢。我已经很有情绪了，不是刚才那个悲愤，我背不动了。你再扛扛，试试试试。我再扛，我怕漏了。最后一回，就这一遍了啊！来吧，放心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。没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就没对过是不是？这回咱就对一回。太好了，擦，兄弟，你就趴姐背上写吧。打我！哎呀，好疼！刚才你打着我了，我真不想怕了，因为残部上面一兜火。来吧，擦，兄弟，你就趴姐背上写吧，擦。
苍腿苍的浪荡隆咚一个隆的苍提阳号斜边壮悲痛难忍降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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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，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，刘希同官报私仇害良民，官保贤故私情，破坏相互巡抚唐举都是苦力杀人，胡瑞兰奉旨巡查江南郡，不知他多少银覆盆冤，千古恨，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，冒死难冤求再审，要把这江南的贪官风卷残云的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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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唱唱的八大苦、哦、您这是杨乃武写状，我这张鹤伦杀猪，去你的吧。哎，谢谢大伙儿，再来一遍，来来来来来，让那退票的来。唱，兄弟，姐姐不能趴了，你爱找谁姐找谁姐去吧。哎呀，姐姐最近这腰不好啊。嗯，唱一个，行，来个，来个新歌吧。行，小娟儿。哎呀，我的天儿啊，破鞋露脚尖儿啊，老师让我交学费呀、啊。外边飘雪花儿啊。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，她是我的心肝儿啊，起名叫小娟儿啊，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比我胖两圈儿，这也算是代表作了。对的，一首单曲，最近呢刚刚出了一首单曲叫半日闲，这么着吧，把这首歌唱给大伙听，咱们呢、哦、要一种要一种演唱会的感觉啊，然后呢灯光呢好、啊、闪光灯啊，一会儿啊没有哈、啊、一会儿掉个威亚，哎呦好，打开手机的闪光灯，嘿，这样兄弟你就赶紧唱吧。行，来 music 半日闲。北下清茶两盏，远望玉泥当盘，漫漫思绪说不完。山风阴云淡，剑来说话难，谁愿心烦？一方几时开的关，佛伴我念你的香，怎办不生的仙，他是千万千万当春意在进心烦，人间自在难分，不盼几人让我分，心愿自偏三人不生多半日闲，走走几心间心愿多半不阑珊。终日昏昏醉梦间，忽闻春尽强登山，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张卷起清帆，泛舟湖心小湾，
我把心事变分散，雨水喷红中了手一上青黄，愿你我最爱的希望一吹起心烦，心事在天地宽，说寒乱把一人变得自然，吹落在那深蓝无声的半弦，纷纷茶香写半写半，让春再起心烦，人间自在难办，不谈情人当我不参，心愿你自便，春风吹得一个暖，无声的半弦，走走听一些心写满，心愿多半不阑珊。谢谢大伙儿，谢谢感谢啊，再来一遍不一样了，我这么爱忘词儿的人、嗯好创新，对，再来一个，哎，老狼来一个吧，好不好？我来一个，让我省着这捧哏的在我旁边只会嗯啊这是哎海又和别听疼，老这点词儿。你见见我还悲愤呢，我就你看，哎呦，见啊，我唱完了。哎，刚才没出音啊？我哪出的音刚才？共鸣，我唱个华山面吧。早知道把话筒啊。这一副扇面永庆生平，德云社专场沈阳受欢迎，云鹤九霄龙腾四海好，走上台笑盈盈，说学逗唱显才能，愿主为阖家欢乐福寿康宁。老狼来说也能唱，确实来能说能唱的、啊、跳一个，他跳一地尿酸、哎、全是肾结石，还有结石，来啊大王跳一个吧，挡亮啊来吧，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玉泽把香啊烧，关公犯罪刘备呀报，豪杰犯罪怎能够饶，小小回应速去报，就舍老爷放了骨胶，七星剑把头削，一腔热血燃正啊跑，好汉英啊雄辜负了，汗马功劳一旦抛，江东桥前恩重义也高，留下了美名在万古飘。怎么样，我这搭档不错，是真不错。 这不是我拍马屁吧？这拍马屁拍我脸，真有能耐，能说能唱能表演的、嗯、啊！我们也是爱唱十八摸的，请你出去好不好？听歌来，乌呀嘛乌月里呀，月儿照花台，忽听门外有人叫乖乖，原来是我的情歌来呀。情歌呢走过来呀，情歌呢走过来，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，脚步你要轻啊轻地迈，哎哎，你哪里去吃酒啊，哪里去打牌呀、啊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呀，倒叫小诺记在心怀呀，哎哎哎。小曲小调，小曲小调啊、嗯！来，梦奇游、斗地主，哎呀，这都我的老观众啊！这都是老观众。妹妹来看我啊！斗地主、梦奇游，妹妹来看我，这都当年我的经典曲目啊！武唱德云社啊，还、哎、是
队长之客啊，行嘞，二楼他代表作还挺多、啊、今天没代表，所以哎要现形，怎么着，你别把头伸出来，在王八壳里待着，那壳在你那儿呢。来一个吧，来一个大伙儿都了解，都是爱情小曲小调还爱情现代的点的歌曲的。现在都听什么呀？你说的天下的乌鸦山上一本黑，是吧？你好，我有一个帽衫。你好，我有一个帽衫，我想在网上问问。穿上显得很忠诚，像个大耳朵矮人，想欺负你，想欺负你，差不多得了。都听过哈、啊，小朋友太可爱了。对他小娃。听那个我也喜欢听嘛，现在流行的还不光现在你看现在说唱 rap， 哎，对对，有这个说唱吧，有那个前段时间挺火的那个，对，山河图，哎，山河图谁唱的？对，凤凰传奇唱的，凤凰传奇的就是那个现在经典的歌什么？麝香夫人。对，乌蒙山连，乌蒙山连着山外山。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那是苍天对你在呼唤，一座山连着一条河，你来的百里杜鹃。原来都是八零后，都八零后是不是还都用过那大声音的手机啊？对，我在仰望深深，有多少？哎，早知道咱早演这个了，我跟你说。这四脖子汗流的，你。苍茫的天涯，绵绵的，什么样的节奏？什么样的？哎，咱们是给他们预热呢，是怎么的？凤凰传奇要来开演唱会了吗？啊，这都是人家经典的曲目啊！啊，你的蝴蝶，对，这都我的歌。我看要出了小娟啊，还有刚才的半日闲，你的蝴蝶，给自己的歌，给自己的歌和你，我在天庭当小三儿，像那个当什么？当小三儿？什么？当小叉儿？那个挣的少，那你那个是得上天庭。都有代表作嘛，这玩意儿都有自己的代表。你看岳哥的代表作啊啊啊啊啊，我天哪，哎，岳哥比伍佰火，真是，伍佰还俩字呢、啊、他就一个啊，这是那个他岳哥那个还有别的，对，什么西楼儿女，对吧、啊、对，陌生的朋友请你听我讲，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，想过满载荣誉回到家乡，这肆意的风压弯了海棠，提起故人故事泪湿眼眶，谈起旧爱旧恨寸断肝肠，如何好的在这一场，你比五环多两环。小月救了小月。这岳哥代表作，还有辫哥哥代表作哦，桃叶尖上尖，插不上嘴，我都张不开嘴。走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火气营，有一个宋老三呐、啊啊啊。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一位女儿婵娟呐、啊，小妞哎。年长到一十六啊，娶了个乳名儿，姑娘叫大莲。
太阳就落下山，秋虫儿闹声喧，日思夜想的来到了我的门前呐、啊，月下了今晚这三更来相会呀，打脸我的这个羞答答，低头无话言呐、啊啊。秋雨那下连绵，霜降那清水河。好一对多情的人，双双就跳下了河呀、啊、痴心的女子那多情的汉，变成了小曲儿来探清水河啊啊啊啊，探清水河，哎，小辫的代表，我师父的代表作啊，叫小帆。哦，那说到这儿了，咱们准备今儿也就不用给师傅留饭了。你先问问师傅给咱俩留不留命，我这。哎呦，他听不见，咱就唱这得了。你真唱？叫小帆，你先过来开个头。我问您起调。一见公子到灵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。真好。晃我一下，人听您的呢，后边那个再来一下。站立宫阿门，叫小娟儿啊，娟儿啊，看不见啊，这个，哎，行，谢谢大伙啊，大伙愿意听。别走，待会儿麻去。这真是老观众了，真的，最起码得听我十年的才能知道这词儿。那可不，该能喊出来。刚才那些歌啊，什么斗地主啊，妹妹来看我呀，妹妹来看我啊，和梦西游啊，这些你的蝴蝶啊等等的，这些你的蝴蝶这两年的那个，这都得十多年了。啊，武昌德云社等等这些经典曲目来说，确实是吧，现在这个传统的现代的都得接受一点，因为什么呢，现代人啊他也逐渐在接受新的东西，是，就比方说现在一说那个说唱啊，比方说去年的什么，这个说唱是电梯战神、啊、去年是哪个不长眼的淘汰了我和老派，还有那个去年是哪个不长眼的淘汰了我和老派，在台上比谁蹦得高，那简直就是耍赖，不好意思你们非要逼我当个反派，白色衬衫黑色西装哥们打好领带，我管你什么厂牌都在我面前少来，我一个人就够了对付你们这帮小孩，我上高年级的学长带着学弟走上天台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给我站成一排，在这教育你我不是义务的，别在我面前秀你们的技术了，你的小什么，你的小秘密、哦、你的小秘密来说来个我自己的说唱吧，啊，自己有自己编了一段说唱，好、哦、好，这个为了现在与时俱进嘛，就是现在都想单押双押，我说 ABCD 你说 EFG 你看说上来、啊、英文字母，对，我说阿波斯多你说阿佛哥，你看看、啊、我说何以即可你说勒么呢，咱饶了汉语拼音吧，好吧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啊，大半年了没见你们，心里甚是想念。站在台上要说不想，那是一种欺骗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真的不是传言。不能演出，我们也是真的没法挣钱。他这 rap 是实话。在台上玩说唱，真不是我的本意。我只想告诉大家，我一直都很努力，展示一点新的东西，拉近咱们的距离，让你们感觉这样的贺伦并没有太过气。我不是你的姐姐，我不会乘风破浪，站在舞台之上，我只会说学逗唱，没有自身背景，不能扶摇直上，更没有儿徒、爱徒、蠢徒那么高的情商。我只能告诉自己，必须要天天向上，成为他们的榜样，都拿我当偶像，说出张鹤伦三个字都异常响亮。张鹤伦，你很棒，你的未来光芒万丈。行，谢谢大伙啊，这样吧，把他们都叫来一块唱一个好吧，来，有请后台的后台演员，来，别不好意思，来，早晚的见客，哎呦啊，就不好意思，有的这个出来，对对，哎，怎么这么安静呢？你们不喜欢就换一批。
都几点了？对，急这个点就这些了，你们别挑了啊，还挑三拣四的，真是的。这是，哎，别，行，大伙喜欢，哎，这能来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别害羞都。这么着，咱一块来个六队对歌吧。这因为有这个，我先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个今天来的啊，部分演员啊，头一个吴萧泽、杨鹤龄，哎，我大爷杨进明，我叔郑豪郑老师，哎，旁边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张萧帅，张萧帅。旁边这个叫什么来着？樊萧堂，樊萧堂。这俩呢是俩就是在六队出去的，跟他们爱开玩笑，这俩都小兄弟，小兄弟逗两句没关系，确因为确实没记住他们名字那个。来吧，咱一块来个六队对歌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再往前站。哎，没事，这没事，能跟大伙玩得开的往前站站。就你们俩？怎么你要成花魁啊？他能成花圈呢？哎呀，噔个噔个噔个里个噔个的里个噔啊，个噔个里个里呀。天桥没有桥啊，怎么样？戏台是人搭的哦。酒楼茶园的原本在平地，个噔个里个里呀。你刚下了台呀，下去不？我又登上去，来了您。颠来倒去，倒去颠来，后台这通着的呀，咯楞咯哩咯哩呀。您要是听相声啊，怎么样？德云数第一呀，是喽。魑魅魍魉妖魔鬼怪全都在这里，咯楞咯哩咯哩呀。您往这台上瞧啊，露露没一个能看的，不能，也就是我这个队长长得像宋仲基。刚才这玩笑的，哎，是喽，别往心里去。哎，祝福大家身体安康，生活甜蜜蜜，哎，万事如意。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猜猜吧，我调查一下，因为喜欢我的大哥居多，我调查男同有没有男同胞喜欢我的。你问男同胞，人家那声都呀。有没有女同胞喜欢我的？有没有不男不女喜欢我的？你就这点人缘了，你说。真是姐妹你也是夹缝中求生存的，你啊，啥玩意你都答应哈，真是本下的太大了啊。那大哥那挠挠的，男女你都喊，你像个二椅子似的，你在这儿说谁呢？这是他呗，男女有，女的有，对，哎，人家帮着点名呢。他肯定是自己来的吧？挣的。我说自己来，一个人来的呀。哦，哎呦，我左拥右抱的。现在辽宁这么开放了吗？哎呀，沈阳是个好地方啊！啊哈，干哈？你们组团来的？大哥，你把你后宫全带过来了？这玩的太开放了！哎呀，能凑一桌麻将了都！啊？这玩意儿，我下来，你上来！哎，我能玩一天，你上来。人家还能累一天呢，您这哪有这么上上下下的？对的，多大岁数了，别玩上上下下的游戏了。没事也别老坐电梯。哦，你说的是电梯啊？你以为呢？上上下下三楼啊？去点那好地方。你们家有好地方的？这个来到咱们沈阳了啊！一会儿呢，这么我带你去上个坟啊。上个坟？对，你家祖籍不沈阳的吗？啊，对，我籍贯是辽宁沈阳。对，一会儿你就埋这儿好不好？不是，那上坟也不用你带着我上啊，感受一下嘛。我们家有狗。我用一句东北的无言方言来评价你的作风。怎么说？无言的方言。你看你呀，有哎呦，
哎呦我天儿的，你行了你啊，不知道以为鸡架卡着了呢。确实来到这儿得尝尝那个这个沈阳鸡架，嗯，这都是地方特色。对，还有昨天那个辽宁男篮打的比赛啊，对不对？喂，辽宁，昨天辽宁赢了吧？连赢两场。我跟你说，必须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我们德云社的都来加油来了，跑男也因为这个来的。快快捡起来！什么？脸掉地上了。怎么说话呢？跟您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说，辽宁必胜，因为我明天我去那新疆，我也说新疆必胜。到哪儿得混个好人缘。你先混过今天吧。今天怎么了？你万一出不去了呢？不是，都是朋朋友友的，今天来的都不是外人啊啊，很多。这不是外人都要退票的。大哥，来来，多少钱我退你来？十亿，十亿，冥币啊。那十亿，看这两个货，十个一块的还差不多，那也有点多了啊。哎，别把自己说的那么便宜。那你也不能像你这么说的那么贱呢。你不要妄自菲薄，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。哦、喜欢咱俩。哎，主要是我都喜欢他。这玩意儿别，你别整这死出。您大老爷们儿，你喜欢我干嘛？你别整，你跟谁俩的呀？什么叫跟谁俩的呀？我赛脸啊！你看你今天阳了二正的，你别五马长枪的，自己以为穿的皮儿片的，实际上就水当尿裤的，一天到晚破马张飞的。你看我还有啥？还有啥？别污了，再污了给脑瓜子消放屁了。就这点词儿啊，全让你学会了。哎，我发现你没少来辽宁啊。那你寻思呢？那你寻思呢？哎呀，行啊，那可不，还行啊。这个到这儿来说啊、嗯，得说点这个方言土语，接地气，对不对？这块来说，东北的这个语言很有魅力，哎，对不对？幽默的色彩，哎，而比方说颜色吧，贼有画面感。颜色那是了，画面感对。那我说红色呢？那痛红痛红的呀。哦，蓝色的，瓦蓝瓦蓝的呀。白色，煞白煞白的呀。煞白煞白的。哦，黑色呢？我的个天哪！哎，那是红中带白，白中有绿，绿中有蓝，蓝外边有圈黑呢，这叫花里胡哨的。啊、哦，这么一说就更有层次感了。哎，比方说问你个棕色，你知道在东北叫什么？棕，鸡粑粑色。不用你抢答，好家伙，可知道一个棕色了。哎、棕色，哎，你脸就有点鸡粑粑色，你知道？真的，那不是你照镜子硬的吗？那是。哎，不是你护肤品是用的老抽吗？说错了。我护肤品用的是胡椒粉。行，到这儿来啊，开心就得了。嗯，大伙儿也都是喜欢，也喜欢德云社。哎，顺便来看看我俩，捎带手的。郎鹤炎，嗯，在德云社人家捧哏演员当中也算是鹤立鸡群的一位。你就真的，谁看得见呢？鹤立鸡群不对吗？鹤立鸡群倒对呀、啊，我没说鸡立鹤群。不是你说我这色儿，谁看得见我了？不错啊，德云社捧哏演员当中，我认为最起码不敢说排第一吧，最起码前一百。那我认了。哎呀，但是那天他们确实问我了啊，说那个德云社你是觉得于谦捧哏捧得好，还是孙越捧哏捧得好？我一听这话，我这反手啪就一大嘴巴。嚯、哦！我说凭什么这里边没我的搭档郎鹤炎？哟，这万万没想到啊 ！Why？不是兄弟，那要真是比如说我要问这问题，我孙老师于老师我们仨谁捧得最好？于谦，你用屁股想才是于谦啊，这还用琢磨吗？合着您那大脑都窜出去了是吧？这告诉你简单的道理，那干嘛非得有我呢？因为我不想让孙越垫底。
合着我就是那最次的。你优秀，我优秀，我这垫底。我觉得你不错。您一人觉得有什么用呢？哎，我得捧我的搭档，我得捧，我不与任何人诋毁，哪怕动他一根头发都不可以。对，不让别人动，就他一人薅，你知道吗？我薅得着吗？废话，连你薅，你能薅出来一根算你能耐。哎呀，弄我一手油。嗯，不是老抽就行。行，这是人家特色。什么特色？特别色嘛。没听见说过。光头算不算？这不算，对不对？一米三七的个头。谁一米三七呀？那一米三七站桌子后边，那不知道以为桌子上摆一丸子呢。观众第一排的说话就不爱听，对不对呀？差不多吧。什么差不多？你跟师傅加一块两米。我跟。我一米三七，我跟师傅加一块两米，师傅63公分，那就是桌子上摆一丸子，下边那盘子。你干嘛那么诋毁咱们的老恩师啊？不要再指了，再指都到地铁了。很高的，咱师傅很高的，这叫很高的。你看看从地面上论，我说。好了，可以了啊。这是我心目中的巨人，没有师傅能有咱吗？这倒是，对不对？站在这个台上，首先得感谢我的师傅，嗯，当然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，没错，没有人家啊，不不，全体演员、师兄弟儿，对了，大伙还有帮衬长辈、衣食父母的支持，互相的，才有了张鹤伦和等等等等，我天，我这个名字是放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放出来的呀？我以为我这名字是凉水和黄豆的混合物呢，我这等等等等。我刚才说了您名字了，说好几遍了。那您这地儿您该说也得说。因为什么？有的观众啊，哎，别动，有的观众，他搭理你吗？你跟他说，怕他较劲，别动啊。你留点什么？待会儿电秃噜了你。那会有的人啊，说狼和野老说不明白，怎么了？管他叫狼，有人读叫狼，月字旁，狼，对，武大郎的狼，是不是那个狼？是是。对不对？武大郎的郎，鹤呢？哪个鹤？张鹤伦的鹤。这怎么这么别扭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对。炎呢？是那个，就是前列腺炎那个炎。去去去！你能好好说话说啊？不好好说话，你给我闭了啊！是不是那个炎？你给我闭！嗯。炎炎夏日的炎。就说这个什么？炎炎夏日的炎。我知道，肝炎、肾炎。脑炎，那是你终身的希望，那是，是不是这个炎啊？一样，但意思不一样。希望大伙能记得住。虽然说今天后边写着我们就没有我们的名字，但是无所谓。这上面也没写。好好好，别找了，再找咱就该谢幕了。没有，没关系啊，这个。名字呢，就是一个代号而已。嗯，大伙喜欢的是喜欢的什么呀？您的能耐哦，看本事。对了，虽然说他现在还不是特别火吧，没有成为巨星。对，别着急，老话说没有一口吃成一个小黑胖子的。嗯，都得努力。哦，你是说63公分那个？你干嘛？你老提这么具体？就已经具体到数字。师傅在天。这会儿在天上飞着呢。落地了，落地了。这会儿正在国外巡演呢，在国外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看不到我师傅没关系。嗯，瞧着这货也不错。你家什么叫货呀？有的人不喜欢没关系，马上就会大火。为什么？哎，因为你跟对了搭档。啊，真的？什么时候说让我给张云雷捧哏了？你旁边这位张鹤伦，哎，你什么时候瞎的呀？旁边哪有我？你啊，我知道。现在不够火吗？无与伦比的才华，倾国倾城的颜值，肥而不腻的身材，主要是臭不要脸的性格。你完了你，我捧你捧得乌丢乌丢的，你摔我啪嚓啪嚓的。您呢？您先切合实际点，
您怎么就说自己火了？哎呦喂，那火的逗哏的不都跟师傅出国了吗？我是不惜的去，是他们不惜的带你，就那几个小岛国我不惜的去。哪叫人家欧洲那么多国家，欧洲去的欧洲啊。您不看新闻呢？我都不关注他们。哎，是，哎，人家都取关你好几天了。我能在乎那个地儿吗？您在乎在乎吧。哎，兄弟，怎么着？等我带你去哪儿？去美国。去美国？美国都没出四川的菜。你干嘛？您美国？您说什么四川方言？美国？哎呦，带你去过吗？去过呀。去过。去年咱跟郭老师去的。跟他那叫能耐吗？下回 follow me， 跟着你。对，那走丢了怎么办呢？最近啊，巡演太多了，马上就出国。您呐？对，带你泰国去过吗？去过，泰国去过。你上次做手术在那儿做的吧？咱俩一块儿都没成功。哎呦，这别说，哎呦，羞死人家了。可能还真是他比我打的折扣多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比你切的干净。这脸色是看出来了。你呲个大牙，你嘎嘎的乐你。你这你我就没想到今天咱们是男女相声。谁是女的呀？刚才你说刚才那对演员，你是二分之一，你是乱码二分之一。咱这不是二人转，姐妹儿。我没说这是二人转呀，打头一场就听见您这笑声了，他笑以为你带着鹅来的呢，笑得太灿烂了。哎，这大姐这还不好来这个。哎呦，大姐，哪位大姐？刚才哪位大姐笑的？来过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还有脸举手？同龄都有脸做手术了，还不让人举手？说的跟真的一样似的，啊，没错呀。行了，姐姐，别闹了。你看他眼神都有问题了。我跟你说，泰国那地方也不稀得去。哦，太小，又不去了。哎，挣不着钱。那跟您上哪儿啊？日本。怎么？哎，开始幻想了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日语会吗？首先日语我会会，所以我琢磨琢磨。确实，因为什么？每天我也是多多少少都接触点日语。这您是从什么平台什么方面接触的？手机里啊。对，哦，啊，谁说谦儿大爷拍过这片吗？什么叫谦儿大爷拍个电影啊？哎，我怎么没看过呢？那老师你好，听着吗？谦儿大爷拍了。您别来这套了。老师好，没有你字，你看的盗版的吧？是老师好，没有他。谦儿大爷演的老师。哦，你演的好，好啊！我别着急，有我主演的片儿。您，啊，主演什么片儿？我主演的也都是俩人的片儿。三楼看不见。有你到日本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要想去日本的话，我带你去。不是，日语首先你得会啊。啊，日语我会啊。你会日语？我会啊。阿姨喂，我卡给库给勾，陕西这的妈咪木面包是吧？也会这个。您先等会儿吧。啊。您这日语怎么像天津话呢？这跟天津话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听有点天津快板的意思。您再来一遍，来。阿姨喂哦，哎，卡开库开口，哎，啥西是在做是妈咪没买没，哎，噔噔啷滴噔，噔噔噔啷滴噔，噔啷噔哩带哩带啷，噔噔啷滴噔。哎，列位文座，您了听短箱，十三道大折，学徒我唱讲秧，就天津快板接下去。懂得还真多，真根儿啊！你是日语啊？那日本咱不去了，又不去了，不去不去。咱到底去哪儿？我着急正韩国，不行，我不会韩语，不韩语，对，就去韩国。不是，咱们这聊天是一个逻辑思维吗？您我不会，咱去那儿，我会呀，啊，小表妹儿。韩国片你也看了？不是，韩国影视咱都多少少学习嘛。哦，这都得学呀。好好，那我不会呀。哎，我教你啊，韩国歌。韩国歌还会？喂，哎，
口袋。你这不是韩国歌，你是喝多了，这是吗？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啊，这你还得加个包，还得。对，有这加包的。对，加包。这差一点，这一看有点像从倒骑驴下来的，这个。你得从懒上下来。咋的？透透啊！你得这个，你就劲儿太大了。你！哎，你喝的是不是老雪？我喝的是大雪，我老雪，老雪我沈阳老雪没喝过。不是，我就问您韩国歌，咱别打岔。刚不唱了吗？哎，就这两声完了。后面还听，你有吧？口袋哟，可就啊寂寞的哟，屋里很热，我来阿不起的，口袋不开我都不懂哭。这肯定是老雪喝多了，我起高了，调门都往上拔了，这是。哎呀，好像有韩语的轻松加愉快的事儿。这歌我听过，请回答一九八八。你要是哎，我带你去韩国，去韩国演个片儿。演不是咱说相声的，这不行，演那个情景喜剧，他俩是情景喜剧。对了，父子爷俩啊，行了，一段对话，好好好，对，简单的对话，我先跟你说一遍啊，您先简单的说，哦报哦，我给您先，别先别着急，是不是喝了都？咱们都先冷静一下，您刚才说这是父子爷俩，对，他儿子叫他爸，哎，那么这是谁叫谁呢？他儿子叫他爸，我说一遍了，你看这就不对了，怎么了？他儿子叫他爸，怎么能叫欧巴呢？欧巴是哥哥呀，你个大骗子！不是我，我不是骗子，脑袋没毛，办事不牢。你最起码这电影什么的，这我也看了，马东锡啊，黄正民呐、啊，什么神马东锡你也知道？没有神马，就剩东锡了。哎呀，人家这他都不是欧巴、啊，人家哪怕你就阿不进，那都是。你说那你不对，你别说那些黑话了。我这不是黑话。你说那个欧。欧巴，欧巴是哥哥，对，我这是欧巴，吃饱了吧？你这是什么？欧巴，行行，那我明白了，这要这他们这么着，我就明白了。讨厌呢，哎，等于这是儿子叫他爹，对了，他爸爸答应，哎，他爸爸一答应就唱歌是吧？答应嘛、然后发现目标，为什么他惨不这么一等过？他说的惨不阿西图拉，他说的 I don't know、你才大骗子呢！又怎么了？这句是英语啊？对，就是英语。怎么说韩语？对对对，他会英语。对对对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别骗我！人家说的就是英语。I don't know， 小孩嘛，刚学的英语，显不显摆 ？I don't know， 他爸，这 happy 就格雷的，啊，那是个大学？就你刚住一个，给他洗了，那惨白的漂白洗白衣，匆匆就是洗完了，洗完不能睡觉，听开了没有？孽畜！骂谁呢？骂谁呢？怎么了？骂谁呢？废话了，最后这我还不知道。孽畜，这是韩语。孽畜，什么？你记住了吗？孽畜，记住了吗？孽畜，记住了吗？对，孽畜记住了，孽畜记住了。对，记住了吗？孽畜，那都不就前面我还没听懂呢、啊。哎呀，你没听懂，那你要听懂，你不也会韩语了吗？不是，那我不懂，我怎么跟你一块演呢？你一句句慢慢来，慢慢想，慢点来，慢点来，对对对，打头来。报，好好好好好，我你们的面孔都刻到我的背心上了啊。他爸爸答应，哎，他爸老想唱，你看，然后发现目标了，对，我操，为什么这惨不那么一等我？对对对，就从这句开始，慢点来，为什么这惨不那么一等我？我让你说慢点，没让你表情慢点，语速放慢。为什么这惨不行？慢。为什么这惨不行？还得慢。再慢点。再慢点。再慢点，听出来了。
废话吗？啊，我不听出来，我怎么学呀？好、啊，要学啊！慢，一定要慢，慢到最慢。为什么这残不上面一滩黄？我已经不能再慢。你先等会儿，我琢磨。这已经掉汁了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？你多少沾点韩国血统？理解能力这么强的，怎么？你刚才是这么说的吗？啊，为什么这残不那么一弄过？哦，他儿子回答残不？他儿子怎么残不？俩字残不？对，残不？哦，残不？这人叫阿西，阿西吐了，阿西怎么了？吐了，吐了。对，啊、哦，残布上一滩黄。啊、哦，他爸问他阿西吐了，阿西吐了。他儿子回答。I don't know， 这句我知道，我不知道。I don't know。然后问那 hot 啤酒，嗯 ，hot 啤酒，哈什么？人家都听出来了，听出什么来了？你看，就好多韩国朋友都来了。那不对了，你这句不是青岛话吗？哪有青岛话呀？那青岛的这个季节，来 hot 啤酒 ，hot 啤酒吃那个黑栗子。你一张嘴就有点痛风，我跟你说吧，你老喝啤酒，人家青岛确实他呀借鉴了青岛的发音啊，韩国他离青岛近呢，他游过来啊学的这句话，他们疯了啊，不琢磨琢磨自己的语言，扑通跳海里边，哇，游到青岛这边，喝啤酒，喝完了哇，游一半要忘了呢。谁说就学这一句了？学的多着呢。木有哈，有剩酒。学了很多句哦，他们的发音很多都借鉴咱们这儿的哦，借鉴了方言。对，哈的酒，他儿子听怎么讲青岛话？喝了一丁，酒怎么着？酒喝了一丁，就喝了一点儿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你大爷给你翻译的呢。好，酒喝了一丁，真年轻啊啊！啊，谁太可啤酒醉哟？哎呦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干嘛呀？这不是表演吗？这是弄得跟昨天晚上那感觉似的。阿西咋？阿西他一颗啤酒醉哟。哦，这里边有阿西，有啤酒，他什么意思？阿西他一颗啤酒醉哟。阿西他一颗啤酒醉一宿。说阿西呢，还是说你呢？阿西他一颗啤酒醉哟，谁跟阿西喝？什么？谁跟阿西喝？谁跟阿西喝的？哎，这么朦胧都能听出来了。有进步啊！要不是他们提醒，我也不知道。谁跟他叫你哥？哦，就你一个。对对对，你看一看他们翻译的啊，不错。我以为同声传译呢。就你哥？就你一个？就我一个。啊，就我一个。啊，就你一个，就我一个，有上句有下句啊，赶紧吸了。嗯，哎呦呵，这太恶心了。我就这句听明白了，啊、人家吐餐布上了，你让人家赶紧吸喽，你就这。你是不是饿了呀？你说这玩意儿埋了不是饿了，你什么都吃得下呀？你太埋汰了，对吧？你赶紧洗喽，洗！你先等会儿吧，赶紧吸了，赶紧吸了。音同字不同啊！赶紧洗喽，赶紧洗了，赶紧洗了，那残不的破布鞋，怎么老有这么长的语？残不的破布鞋，我听清楚了，一残布怎么着？对，那残布那漂白夜鞋。这我上哪儿听去呀、啊？那残巴的漂白鞋啊，那漂白鞋，别一冲冲就都洗完了，别一冲冲就都洗完了，别一冲冲就当他洗完了，洗完不能睡觉，洗完了不能睡觉，洗不完不能睡觉，对对，洗完不能睡觉，听见了没有？孽畜。孽畜哦，你就最后这句掌握的最好。我觉得根据这个气氛和结构，应该到孽畜这个地方了。你理解的这边还挺到位的，差不多。这样吧，有点朦胧，演一下你就能都明白了。哎，最好这个结合实际。对，演一下啊，这不是给你个便宜？怎么弄？你来这儿子，我这你就玩去。给我便宜，我成儿子了。你看看我这边大段的台词，你会吗？哟，这我真不会。爸爸这边台词很多的。哦，行行行，啊，咱也就是小宝贝呢，少分担一点。咱就这台上一会儿啊！哎，你放心吧，啊，出了门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谁也不认识谁，多新鲜！对，见面你要是说是窄胡同，你过不去了，你说爸爸你干嘛去？我上三楼啊。
我戳瞎了，你知道？你话，你嘴别那么欠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嘴特别欠，后来让人砍了200多刀，刀刀避开要害，上医院缝了2000多针，针针避开伤口。我天哪！你那哥们儿是不是进日料馆了？改刺身了是吧？嘴别那么欠啊！行行行，好了，那来吧，就这样就开始了。对，这就好比咱家客厅啊，就这就是这个桌子，你在你那屋睡，我在我这屋睡，咱俩在客厅相遇。这我们怎么这还分着睡呢？你长大了，不能跟爸爸睡了。不是，那你我得跟你妈睡。你懂个六啊？就别话这么多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懂，好玩着呢。你干啥呢？锁门呢？大早上起来锁门，你那屋里有胎盘呐？你胎盘拉去了？你是不是胎盘了？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的房间。你自己房间支支那么多锁吗？我给自己设计点戏。你没有那么多戏，好不好？啊，别那么多戏，小孩正常出来的。明白明白，一步到位。好嘞好嘞好嘞。我一脚踢死你！一步到位，你干嘛呀？一步按照您说的一步到位嘛？你是多短的小短腿不知道吗？还使劲抻，但就走过来嘛。你就一步走过，正常走过来就行。啊，走过来就行。对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不是嫌你会演戏是吗？是嫌你会演戏吗？不是，我得有门的，哎、不能没门的。好像我不会演一样。哎呀，醒了！哎，小宝贝儿，你再睡一会儿。宝贝儿，你再睡一会儿。撒开我，我累了。我累了，我得起床了。撒开，撒开，撒开！张浩伦，这么多年你媳妇儿怎么过来的？你说你妈呀？我说你奶奶，我说你能不能聊天的？废话了，我这就给自己设计。咱没必要这样，好不好？就一步正常走，我省过这些，对，直接开始，直接开始，在这儿就从叫您开始啊，来，快点的，等不了了，阿爸，他们都答应了，你怎么不答应呢？给我一个机会，给你一个机会，还给他们一个奇迹呢，还来，阿爸。哎，人都答应6圈了。哎、行了行了，就这样吧。嘎，我削你！我，你干哈呀？什么叫干哈？韩语老师？哦，对，韩国父子，咱不是沈阳。就忘了，我以为咱俩平常呢。谁跟你平常是这样啊？你平常别这么叫我嘛。疯了我！行了行了，今天不承认了。好，从此以后再也别说是我儿子啊。呸！快点的叫阿爸。哎，可得哟，可就不这，为什么这惨不这么一等我？嘿嘿，我这哦，太不是我这。你演你妹呢？这是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没看出来吗？没看出来。这刚才这很明显的一个人物矛盾的对立面啊！你醒了对吧？你我是宿醉，你这发现这，我一看，我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我想不起来了，我就用我的微笑掩饰我内心的恐惧和尴尬，所以我就，这哦啊嘿。不用，多好啊！你看，他们都乐了，多余了，知道吗？这效果特别好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你不用，不用，就正常演就行了，好吗？正常怎么演呢？就正常，喜怒哀思悲恐惊没学过吗？
不耐病，喜怒哀思啊，这啊，我又演是。我天哪，你这太好了，演的。哎呀，那多谢谢老师嘛。真是的，你来这儿子吧。那你会说这边词儿啊？我差不多，朦朦胧胧的。你来。哦不啊！我削你啊！再便宜没够是吧？糟了！长得跟狼烟的爸似的，看不一眼就盯着你的谢顶那个。对你爷爷礼貌点啊！哎，今天是你们家包场吧？这里是沈阳。快！阿伯！哎！哎，来换过来吧。就为占我一便宜，大伙儿开心一下嘛。你是不是穷疯了你啊？你这些年你没占过便宜吧你啊？你净当孙子了吧你啊？跑我这找便宜来了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是搭档嘛。你要演不演？你这个紫台上啊！来，阿爸，不够，再叫一遍，声音要响亮。把便宜卖乖了，我得演出恐惧了，害怕了是吧？对，阿爸，这为什么的惨不的惨不哎，这又有一句老话，怎么说呀？什么老话？哎呀，这是老头钻被窝，你给爷整笑了。不是应该老太太钻被窝吗？啊！无意当中我们又得到了什么信息？哎，参布你都知道了。行了，咱不去过泰国吗？别攒攒的，这时候别攒攒的。你差不多得了，你跟个正常人一样，啊、行不行？啊，好，我明白了。你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显得我跟你妈好像是近亲。我妈肯定不是啊，你不了解。嗯，我够了解的。阿爸，为什么那惨不的逼的我？你不说话呀？惨不？你是像个弱智一样啊！你要这样演的话，你现在你演吧，我现在我跟你妈就生个二胎去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二胎？啊，有点绿吗？你别无形当中给我扣了3顶绿帽子啊！好家伙，3顶，你以为你是跳棋呀你？来吧，啊，重新开始，最后一遍啊！反应快点啊！我西巴的惨，我还没叫你呢，我也够贱的。快来吧，真给我见的。阿爸，我媳妇的残不这么一动过。我这残不啊是住了。I don't know。说话呀。那个普通啊哈啤酒。你刚才不气我，我能忘了吗？我多的气你呢，我一直都在人物里。最后一遍啊，没有这二回了。谁演不出来谁就死台上。那可不嘛。阿爸，不，为什么那残不这么一等我？残不？阿西吐了 ？I don't know。啊，这喝的啤酒，喝的啤酒，酒喝了一点。阿西他一个啤酒对上谁个大西？就你一个。就我一个。啊，就感觉吸了那残不的啤白西白烟，抽抽就说吸完了吸完，不能这样。停！呀，阿拉说，哈个的不不搞弄，这点的鸡干，阿西吐了东西，阿妈吐了东西，阿爸吐了东西，真不能吐吐了东西啊。아직도모르나넌빨리걸어보시겠습니다哎，孽畜！这里了吗？